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。忍者必须死 1.5 周年咯，那有超多的豪华福利要免费送给大家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累积签到就可以免费领取 SSR 武器四选一，登入3天后呢就可以获得咯。第二个呢，是累积签到免费领取40抽，可以抽新角色水系 SSR 忍者若清跟 SSR 武器龙豪比各20抽，而且这次还有新增若清的专属新宝物。这次呢也将主线剧情更新到第11章，大家可以体验新剧情哦。总之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玩忍者必须死，我晚上都会直播，可以订阅频道就可以跟我一起玩咯。那以上就是这样子咯，拜拜。